哪里？就是在上面，你再就下来。你下来哦，快点下来，慧慧。你牵到他才会出去。再上面一点。嗯，这样牵到了吗？哦呦，你们中间很故意一直放那个，会觉得鸡皮疙瘩哎、欸，还是真的很恐怖哎、欸。头在麻是对的吗？我有心脏跳。温度降下去呢，作品会变硬，听 Coco 就没有办法塑形了哈。这是我们在新家的第一天。再不睡觉的话，怪物就要来收你的痒痒。触犯了可怕的禁忌。你是在翕什么？不好意思，这个不能够进去的地道，导致你周遭的人都发生了不幸，是吗？这个神明，了解的越多，就越容易发生不幸。